燃油汽车为小号哦，我是钢化列车党的111年1月22号，彰化站彰化站，现在是5分，出发的是燃油汽车线路发车，经由屏东县开往桥州的微笑交流站，彰化站十里哦。若下面的马掌们多多点我们老旅馆，明天自在点，拜拜。我刚自在点了，拜拜。也就到167次红斑马自强号。I'm done, mate. 哦，有显示，谢谢各位大家包。